话啦。好、哦、的、哦，是是是。然后那边也可以过来这边。两位请回座，请回座哈、哦。谢谢。回座哈、哦。好，我看了这样子哈、哦，是不是想讲来跟老师合唱对不呢？你安尼家己你，家己瞧落咩？你袂歹势，然后我则搁两个查甫的呢，哈，恁两个实力派歌手，啊，你家己安尼瞧落。不要，啊，我跟老师唱算多好呢。但是我听到讲迄个大力电视台那上高唱的那首歌，伯乐。我讲哦，上高，上高唱。会并过迄个有无？你可能无跋倒哦，老师。你可能普通是唔捌咧洗红包的款。啊，无无无。是，我你讲，我你讲我是安尼。啊，什么？咬枪甲同迄电拢会并过安尼。翻两番啦！嚯，迄掌声鼓励也翻两番。咬枪甲并过。咬枪甲并过安尼啦。哎。啊，你麦克风要互咱一下，干咧？我来。我跟你讲哦。我来给麦克风我哩。伯乐哥，麦克风哦，都没有给你，都没机会啊，机会啦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一次只给这一次机会。对对对。明天开始没有了。好。老师看看看到讲，再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心在钢花》哈、嗯，这嘛是简美琪老师哈好听的歌曲哈。是是是，重点是你敢挑战老师的歌曲。对哇、啊，好一届跟老师合唱哈，婆婆现在麻烦者麻烦者哈，04-2338-0303哈。不要让我们老师带着遗憾离开。这首歌哈，在咱这个业界哈，我很夯的一首歌。是是是。哦，离开台湾我真久啊。安尼吼。哦，真欢喜在大理电视台跟咱所有好朋友来见面。是。今天带来一首，跟咱伯乐带来一首，美唱在台湾非常非常大气，心在甘花。是的。大家拍花鼓咧哈。有我耍咯，来。安尼哦，好，安免唱啊，免唱啊，我耍咯。随船只离开江岸，船尾何往谁知影？放袂落，想你心痛。船尾声逼咱听，分离无心痛。那简单，真心来拌烂，拜托着海角牵红线，西游那拉小姐乱欢，海角伴阮愁，海浪陪阮欢。感谢哈，感谢哦，离开，跟咱这简老师安尼演唱哇，效果太高兴了，足许多的，是咱台湾足许多的哈。随船只离开江岸，船尾何往谁知？真心来拌烂，我愿意拜托着海角牵红线，西游那拉小姐乱欢，海角伴阮愁，海浪陪阮欢，只是着。离开远远，无定甲开怀。若简单，真心来拌烂。我愿意啦。拜托着海角牵红线，西游那。
大了，唱到走精是因为老师香港甲看的我小鹿乱撞，迄节拍然后鬼拢乱，是因为看迄个都无注意咯。看你安尼好，老师，因为你安尼吼电流伤强，哎呀，电力太强，吼，那电节还没走精，走精是，所以哦，走未到回来我。真正真正，哎，头一届个老师。对唱这首歌，这首歌真的哦，真的很有那种味道。这首歌其实那个 feel 很好，起承转合哦，它的 range 蛮高的。是啊，突然觉得你突然在唱那个高音的时候，身高突然高到180，血压高到220，啊，你牵的那个线是那个手，是的哦，马上飙到1000呢。我等下检查看麦，调度范围啊，我们三个的他们，好。你这表情不知道在哪会看到呢？所以你这晋江电视台嘛，你主持节目嘛。哎呀呀！对，我在晋江电视台有办了一档那个歌唱比赛。又是歌唱比赛啊！海峡之星，对对对，谢谢。刚好有机会了。可以呢，我们大力电视台呢，跟呢我们的晋江电视台呢，可以做个联合一下。这个绝对可以。是是是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嘛大力红歌手哈，彭恰恰、彭雀雀先生来主持。彭雀雀，哎呀，彭雀雀，彭恰恰，彭恰。哎，我没听过耶，彭恰恰。对，嘿嘿。哦，哎呀，那个彭雀雀是吧？我那个雀吗？我那个雀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我不是哈。彭雀雀。不要乱误导。当马来台中，我的大和屋粉丝见面会，是让你徛台，因为哈，咱做地方文化了哈，咱这个国台语哈，这50年来，是，许多的歌曲，是，拢给提出来比赛。哦，非常有意义，非常的有意义。这第一届都。都因为耳满啦，无恁连讲嘛听哦，派选手过来，会使吼，哎呀，会使吼，真的可以啦。你帮我们真的有实力派唱将，两岸交流嘛，对啊对啊，那闽南语当做一个前后交流，是是是啦，拢是大家吼，他嘛是，他这嘛是伊也过来吼，福建啦呢，是啊是啊是啊，登山贵台湾，新派三支刀，什么刀？加刀、菜刀，搁摕着剃头刀呢，是是是，你好像白啊，后代吗？我唔是，我唔是，我唔是，你唔是，你唔是吗？